哥们儿可不是卖表的，这是我家的钟表，我都给拆下来了，准备换一遍电池，因为今天发现一个小经验分享给各位。先说一下这个四个钟表吧，你们觉得哪个更好看？这是西铁城的，我父亲买的，买了很多年了，到现在依然很准。这三个是宜家的，都不贵啊，这三个都是不到100块钱，这个我很喜欢。这三个是静音的，黑色的这是我女儿选的，左侧这是老表，是不静音的，右侧这三个都是静音的。通过右侧这三块表，他们的产品介绍页面说用的是 AA 电池，但是写的是低电压。后来我发现，我查了一下，这个低电压实际上是 1.2 伏的，不能用 1.5 伏的，但是一般的这种电池都是 1.5 伏的。比如我现在给他用的就是宜家以前的电池，新盟碱性电池 1.5 伏 L26， 现在这种电池宜家没有卖的了，他们在卖的都是这种的充电电池 1.2 伏的。他家也有一个这老大个的一个钟表，在他产品页面上写的是 1.5 伏，像这三款他的页面上写的都是低电压，看来这种钟表默认应该都是 1.2 伏，而需要 1.5 伏的电池的钟表需要特别声明出来，这是我认为的，不知道对不对。那现在市面上这种南孚啊或者松下什么的 1.2 伏的电池市场上是没有的，只有充电电池，而且都不便宜。宜家的这个充电电池1900毫安，四颗是39块钱，还要配个充电器，这充电器也是39块钱，俩加一块差不多得80块钱吧，90块钱。这四款表的样子你们比较喜欢哪一款呢？1234请打到评论区。下面拆箱啊，先拆这个电池，拆开即可使用。开始我还舍不得买，后来一想算了，买个吧，家里边这种需要这种电池的设备还挺多。左侧是宜家的充电电池，右侧是宜家的老的电池，一个 1.5 一个是 1.2。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表，79块钱，好像是28厘米的吧，但是他这写的又不对了，他这写的是 AA 1.5伏，但是他产品页面上写的是低电压，算了，给他用上吧。这是新买的，挂在卧室的，这个钟表我是挂在书房，他这没有写，只写了一个 AA， 这是没有秒针的，看看他这写的是什么，他这个什么都没写，这是 Made in Japan 的，据我爸说这是很多年前他在劝业场买的。这小表也挺简洁挺好看的，放客厅，因为客厅比较嘈杂，这是放卧室的。这表很大，我也不知道我闺女为什么选择，这也写的是 1.5 伏，但是他这个产品页面上写的是低电压，不管了，钟表都给他换成低电压。其实宜家的东西怎么说呢，就是一个简洁好看环保，至于说功能啊什么的或者材料用料好吗，一般。这个平面好像都不是那么平，不过无所谓了，只要好看就行了。忘了还有一个充电器呢，为啥买宜家的充电电池和充电器呢？因为这个价格外边从某东啊某宝买的也都差不多。镍氢电池充电器输出是 1.5 伏，300毫安乘以四，或者200毫安乘以四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，给各位参考，再见。